今天我和妈妈一起吃面，吃饭以后我们去看新房子，我好喜欢这个新的房子，我想住在这个房子。哎，米妮吃的是米粉。小熊跟菲利帕吃面包，还有香肠。菲利帕吃的是烤面包，上面是芝士和腊肠，是不是啊？普利亚是中西餐结合，面包和面条一起吃。面条和面包哪个更好吃？这个两个。两个都好吃啊。这么好笑呢？要吃妈妈手中啊。小猫佩奇永远都看不够。我想吃螺蛳粉配上鸭血，应该很好吃吧。我的螺蛳粉很好，鸭血呢？妈妈，莉莉亚筷子用的越来越好。妈妈，这个虾。哦，面包上是芝士。哎，啃。怎么不出来啊？出来了。就问你们馋不馋？我最爱的鸭血，可以吃吧。这么多螺蛳粉，我要用个超大的碗才行。这一大碗螺蛳粉呀，迫不及待啦！哇，好大一碗！这个真好爽啊！这个螺蛳粉。爸爸，你妈妈最喜欢吃。爸爸，你。对，你好。螺蛳粉是又臭又辣。但是很好吃，妈妈的最爱呀，螺蛳粉呀。妈妈，还想吃面条。想吃这个糖啊？是的，看这一看，好吃的。干嘛你不吃啊？烫皮。那就是不是Olivia的啊，Olivia的，你的糖呢？小心点啊！你吃饱了？哎呀，里面你知道眼睛糖在中国现在也很流行吗？怎么出现来了？流行，因为在中国眼睛糖很受欢迎，然后就从中国进口到了欧洲，到瑞典还有挪威，好吃啊！我们过春节的时候去的那个国家就是妈妈的祖国。就是老妈的祖国中国。然后因为妈妈是中国人，所以你也是半个中国人，所以你要学中文还有中国的文化。小熊又给奥利煮了一碗面，螺蛳粉里放鸭血特别好吃，你们有吃过吗？鸭血特别嫩，太好吃了吧。快来吃你的面条，要不然坨子不好吃了，大鱼煮的。我就吃面条。是妈妈，我的肚子。哇哦。烫的。太烫了。对。不行，还得吹。我们再去看一个爸爸妈妈觉得很不错的房子。那这个是什么呢？听说我们喜欢那个房子吗？说不定就变成我们新家了。咱们快点吃。我来看房子喽。妈妈，出入眼都不好。哦，你想住这里啊？也
to do yes, go for hard now. Dollars in truth. No. 我们进去看看这房子怎么样。乖乖们。你们两个乖乖。你们两个。简直了。立马变成自己家了是吗？小心点啊。轻点。你洗不洗？快看看，过来看看。丽佳，你喜欢这个房子吗？喜不喜欢这里啊？你们都爬过来了。这个房子就可以租出去。你跟比利帮忙吧。